把你娃带走，我们这是卫生所，不是托儿所，也不是孤儿院。什么孤儿院？你当我死人啊？哎，我不跟你吵，你赶快交钱。再说了，这是医院的规定，可比哪有不交钱的。我这么大的钱，那要不你们把刚剩下那个扣下来抵债好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啊你？你说我说的什么话？南京话。这位同志，您别着急啊，我们就是收个费。这个男的耍无赖。我乔祖啊，一向光明正大，我耍什么无赖了？不交钱就是耍无赖。在这儿。医生，医生，你摔坏吧？同志，姐夫。同志，钱我来付。不用你付，你不用付，不吵了，不吵了啊！我又没做亏心事，我不怕。有本事你让公安局抓我好了。你少说两句了。你先拿着。同志，别见怪，别见怪，他心情不好。哭什么哭？哭哭！给你。老子又不欠人钱，让人家看笑话，不上路子。行了，回去了啊。走吧，去了啊。咱们去抱小弟弟去。走。不想付钱，还理直气壮的。姐夫，那个钱，就他替你还的那个钱，你想着还给我们啊？那是借你的，不是给你的，你得记着还给我们。我们是亲戚，也就不写什么借条了。但是你得想着这事儿，啊？啊？嗯，小老大，哎，我昨天拜托你那事。上点心，事情办成了，啥都好说。哎呀，行了，我记着呢，有数。这乔祖旺真不是个东西，为了赖账，带着孩子们装疯卖傻耍赖皮，到最后咱们又成了这个冤大头。之前，他拿了咱的钱给我姐买了个最便宜的骨灰盒，我们贴给他那些钱全都揣到他腰包里头去了。算了，你钱都给了。他拿那点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也是好的。哎呀，他要真给孩子们买吃的，我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他只会给自己买老酒、买猪头肉，要不然就是坐牌桌。算了算了。哎呀，你就是个老好人。我们好心好意给贴钱又贴功夫，还要听那些闲言碎语，花钱买一身腥。乔家还没有长得这么好看的娃儿呢，啊，嗯，哎，可怜哦，生下来就没得妈了，没得妈可怜，还赶上个五早点，这娃怎么养？哎，光明奶粉多少钱？你家小的？吴医生可以订卫岗牛奶。你听他的，又不是他掏钱。你每天做饭的时候多放点水，锅一开，把米汤盛出来，放点糖，喂给他就是了。嗯，你不要木里咕嘟的啊，你那米汤得晾凉了再喂，你要是把它烫了，还得看米化解。晓得了。把你们的眼睛从米汤上都拔出来，没你们的份儿。是七七的，大哥，我不喝，我就是看看。哥，下回再多放点水好不好？再多放，那米汤就太稀了。大哥，七七喝米汤，我先玩好不好？我们中间轮着来，这顿你舔，下次给三丽。
饶是二小。过车窗，学会欣赏陌生的月亮。总有些话忍不住多想，尤其那句你不用太担心，尽管去闯荡。我敢走向前方，是你在后方为我打着光。就算时光让人啊随风荡漾，但凭着你的光，我就不会慌张。别害怕岁月会让人偶尔天各一方，想念的人总还会在遇上。葛木森，进来。爸，五号强要去上学了，三弟四妹昨晚没睡好，再不叫。嗯，走吧。老子要上班的呀。吴大妹妹。吴大妹妹，有事哎。哎呦，这一大清早的，我还以为顺风车上门了嘞。乔哥哥，什么事啊？对不住啊，姚姐清梦了。哟，琪琪啊，哎呦，怎么这么瘦啊？乔哥哥，你这个娃怎么养的？这是王妈妈养哦，越养越瘦哎。可怜我这个儿子啊，饿得骂的奶吃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我哪里带得了一个小毛娃啊？吴大妹妹，咱都不是外人啊，咱们邻居多少年了？我怎么不是外人了？哦，用得着人的时候我就不是外人了。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我是想啊，拜托你帮我看两天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不看的。我是看娃可怜，不过话我跟你说明白啊，我不能长期给你带。我只能临时帮你看两天。行，你得自己想办法找个保姆或者亲戚什么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吴大妹妹，感谢啊，感谢，把我门给你关上啊。嗯。一天天的搞得跟个镇镇一样，谁家的事都要管，这要找他推三阻四。